福建吧，这个酒钱呢，你出，菜钱我出，行吧？不行，都你出。你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吗？我真不够了，要不你借我点儿。不借，借你也不还。啊，富二贵，牛师长的情况现在怎么样？不知道啊，没让我们盯着呀。这个人得换个地方，站长说了，卫戍一师的两个团有异动，他担心他们会劫狱。真是站长说的，是他说的。 怎么回事？这个人是谁？不知道啊。谁开的枪？我。牛师长呢？好了。果然有阴谋。赶快让一组二组集合，通知李小成过来。是。 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，人都齐了，到。喂，小杨，不好了，牛师长跑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可能是要造反。传我的命令，二师马上集合，包围一师驻地，主力团包围一师师部，全程戒备。 什么？站长，这马上过。我马上过去。这都几点了，你就别去了。那你听话，我真的有急事儿。你不去不行吗？哎，妈，大晚上了，你干嘛去啊？不是，牛师长跑了，他现在非要过去。哎呀，他跑了，你上哪儿找去啊？再说牛师长当兵打仗的，有枪多危险呐。妈，您看您说的，我这不也有枪吗？哎呀，不一样，人家是正规军，大枪大炮，你这几把小破枪有什么用啊？别去了。 妈，不让你去。妈，您看您，我一个保密局行动队的队长出这么大事儿，我不去行吗？你不能去，我都要生了，你要万一有什么事儿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你不许去！就是啊，不是，你看你，你说什么呢？你预产期还要好长时间呢，你什么就生了？你乱七八糟！哎呀，小陈，你怎么这么拧啊你？真是的，说你怎么不听呢？哎呀，怎么了？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哎呀，别叫声吗？快上医院！ 老校长，快点带人上去！赵先生，这是另外半份惩罚图，我牛卫川说到做到。牛师长，还是等您出去以后亲自教给我的上级。好，现在我宣布正式起义，命令所有起义部队马上往西南方向集结。是。 是我，什么？十五团被包围了，马上向城西南突围，快！报告师长，师部被包围了。什么部队？是卫司令的主力团。赵先生，我们撑住。走。好。城西南门接电话，这么晚，他能去哪儿呢？是不是嫂子肚子里有动静？ 走走走，咱去医院看看。师傅，情况怎么样？师傅，你刚才从后面走吗？那你呢？我在。
兄弟们，这敌我不行，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走，站下！师兄就推我进来，快，上，走吧，弟兄们，走，走！什么？卫戍医师和卫司令的独立团打起来了？那这么说，这个牛尾川真的反了？赶快集合咱们的人。哎，他们军队打仗，你们跑去干什么呀？这么大的热闹，我们去看看，怎么地，我也得去捡点羊羔吧。 就你们那几把破枪，能干什么呀？放心，我不会去打仗的地方，我去保护牛老太太。哥，西哥，出大事！医院里头大吼大叫的，牛上、牛师长造反了，两边的部队打起来了。赶紧照顾来了，走！哎，少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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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时候发大的？快一小时了。 咱们人呢都挺好啊，赶紧去师傅，把这打得最最凶。师傅干什么？真到真枪，他们干不过他们去牛师长家里。好的，就是啊，这边不行，你们先走，我去接我妈。你急了，我一定要去一趟。行，那我干嘛？ 进去啊！走进。你头有抵抗，我们进不去啊！开枪啊，往里冲啊！里面有牛老太太，那就更得冲啊！谁抓住牛老太太，谁就有了先机。给我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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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怎么样？报告司令，冲出去了半个团，剩下的全部摁住了。刘师长呢？没看见刘师长，可能冲出去。无论是谁，把他找到，把他给我抓回来。是。 老子这片了，师长，不得让老天爷白费心神，快走！你给我让开！我做就是为了让你没有后顾之忧。我让开！我来迎。我去。哥，小郑、阿林。 不要让任何人碰老太太的遗体。是。走！你先走，我来拖住他们，冲了车有人接应你。 不行，要他一块儿死，要死一块儿死！你快走吧，徒送出去才对得起死去的老太君。快走！喂，司令，探头的人截住了大部，跑了1000多人，牛师长跑了。好。
我知道了，打扫战场，清点损失。对外就说，反叛部队已经全部消灭了，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宁卫川，保护好牛父、牛老太太的遗体，一定要好好保存。站住！别过来！来人可是牛师长山？ 你不是宋？是的，我也是共产党员。哦，哎，赵峰同志没有跟你一块冲出来？没有，他为了掩护我，在后边呢。哦，啊，那你冲出来的半个团已经跟我们的大部队汇合上了，我带你去见他们。哦，哎，赵峰怎么办？哦，这样，来，你们两个化妆一下，马上回城里去，看看能不能够找到赵峰同志。是。 站住！站住！走吧，队长，阿发快！我们来了，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你们这边。大梁，好，这边。王车，兰兰，兰兰，这打了一宿的枪啊，你得注意点，不行，兵荒马乱的。没事儿，妈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，我得赶紧回去问我爸到底什么情况了啊！您就别操心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哎呀，你别去了！哎呀，没事儿，等我消息吧，妈啊。 先开的枪，我开始还跟他们说让瞄准再打，很遗憾，我们还是让他跑了。哥，我觉得肯定是那个赵峰开的枪。赵峰，把所有的人都给我散出去，所有的人都给我散出去，抓住他打死，不要留活口，赶紧的打死。行了，别吵了。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预产期是什么时候？ 下个月要早产了，现在母子情况非常严重，小孩的胎位已经下移，非生不可，大人的生命体征也在不断下降，不能顺产。剖腹产吗？你们可以剖腹产的吗？可是由于受枪伤的影响，她失血过多，如果硬是剖腹的话，母子俩的生命随时都有危险。只是擦伤而已，我检查过的药能免肿吗？可是现在情况不同，她是孕妇，这样会引发她很多的并发症。
总之，你们只有一个选择，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？妈，她说什么呢？到这个地步了吗？不过一件事儿，我必须得告诉你们，这次孩子拿掉以后，可能大人再也无法受孕。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？你是医生，你干什么吃的？我跟你说，两个人都要，两个人我都要救，你必须都要。想想办法啊！没办法，我们只能救一个。你是共产党吗？你是不是共产党？小程，你们赶紧做选择啊！做什么选择？不是你老婆，不是你孩子，两个人我都要。小程，你冷静点，你冷静点。大夫，大夫，抱孩子，抱孩子，想好了吗？想抱孩子，欣儿，抱孩子，欣儿，我出去争取一下家属意见啊。说要保孩子，请你们赶快决定，否则晚了两个都保不住。保大人，小程，保大人，确定吗？一定要保大人，她是我闺女。好，但是我得跟你说一下，有一产妇是我枪伤，失血太多，可能手术当中随时有生命的危险，我们医院对此不负任何责任，请签字。签字以后，我们才能手术。小程，妈，钱吧。给你老丈人打个电话，跟他把情况说一下，别吓着他啊！快去，这儿妈盯着呢。你们俩人快陪着。可是家属说，保大人，保孩子。大夫，我是产妇，听我的，听我的，保孩子，保孩子。马上手术，兰兰，兰兰，你可千万别犯糊涂，在这件事上，你必须听妈的。妈知道你的心思，可是你跟孝成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，咱们以后的事情，在以后打主意，啊。你放心，妈不会放弃你，妈肯定不会放弃你。因为你是妈的亲闺女。在你们保民的眼皮子底下，你们都看不住他。是我不好，我没有尽到责任。孩子保得住吗？医生说，大人跟孩子只能保一个。你再说一遍。混蛋！真是命大，生了个儿子。他妈呢？兰兰呢？母子都平安。幸亏蔚兰小姐啊，她身体底子好，总算抢救过来了，也算是闯过了一道鬼门关。老天保佑，青青。
兰兰，你醒了。孩子呢？孩子呢？孩子可好了，是个男孩。漂亮吗？漂亮，长得可像你了。我没让你说。兰兰，你看你说的，你是最棒的，你是最好的妈妈。你都快把妈给吓死了。妈，你是世上最好的婆婆，你也是最好的媳妇。闺女，你是个大英雄，不愧是老魏家的。我想看看孩子。会让你看的，你呀，先好好歇歇啊。行了，让他再歇会儿吧，我看着。小张，跟我出来一下。再睡会儿吧。这不我们有喜酒喝，你接着出去。恭喜哥，贺喜司令，这回我们能喝喜酒了、啊、还得有红包吧，是吧？好意思喝喜酒要红包呢？你们嫂子成这样，没罚你们就算不错了。人家福都受，没人受。牛市长还往他们那儿。小张，抓住这个人，告诉我一声。司令，您放心，这个人我们肯定给他抓住，报这个仇。爸，那些叛逃的人都截住了吗？大部分截住了，跑出去1000多。这次我们算是输了一局，也怪我大意了，最不该反的人反了，真是人心乱了。小张，你在这照顾兰兰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司令慢走。哥，你太牛了，生一儿子，多少得给点儿。真的，我觉得当叔了。魏兰和孩子安然无恙，让宋怀珍松了一口气，但他内心依然无法平静。赵峰怎么样了？他的伤严重吗？他现在在哪里？宋怀珍心急如焚。都安排好了吗？都安排好了，全山城所有的药店都埋下了暗哨，只要发现有买外伤药的人就抓。我知道那小子中了一枪，伤得重吗？应该挺重的，如果没有药的话，现在那小子肯定生不如死。所有的医院、小的诊所全部给盯死。你放心吧，只要一旦有什么情况，他们马上向我们报告。赶紧回局里，咱们再安排一下。好，尤其是老太太。哟，恭喜老太太，恭喜啊！哎呦，一会儿给你们红包，回家给红包。哎呦，你们这干嘛去？妈，啊，伤兰兰那个凶手啊，受伤了，现在正是抓他的最好时机。什么时候不能抓人？非现在抓人？这兰兰刚生了孩子。妈，于公于私这个人都非抓不可，这是我的工作，您就别管了。我不同意。你听说哪个孩子刚出生，他爸爸就去打人杀人，多作孽呀！行了行了，妈，您别说了，我不去了，不去了，行了吧？你们俩赶紧，快快快！好。哎，你们也别这。老太太，您放心，我们肯定不杀人啊。护士，哟，您呢？您这给谁送药啊？给您儿媳妇儿呀。这都治什么病了呀？
都消炎药。你说那么大一伤口，要不消炎啊，会感染的。啊，我送去吧。别，我们这医院有规定，药啊可不能随便乱给人。您啊，别掺和了，我先去啊。哎。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！忍忍就好了，就好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干嘛呀？哎呀！你有没有轻重啊你？哎呀，不是，我这不是给他们换药吗？疼死我了！你快动什么你？哎呀，行了，哎，行了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！你出来了吧你？行，你上回去吧啊！哎，哎呀。他也不容易，你看看，疼死我了，疼死了是吧？来，我看看。没事，哎，别动了。疼死我了，行吧。又怎么了，姑娘？又来干嘛呀？不是阿姨，刚才这没用完的黄安掉地上了，您见着了吗？没见着啊。哎，你是不是放别处了？没有啊，这盘子刚才被他一脚踢翻了。就掉地上了呀！你到别处再找找吧。哎，不行，你吵死了！你快出去吧，我浑身都疼。你不行，阿姨，您不知道，现在大量药品支援前线，我们山城药都很紧张的。我们每个人是定量配给制，这药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我可要负责的。哎，那上哪儿找啊？哪儿找？哎，您再帮我找一下好吗？哎呀，你别在这闹了。哎，你找什么呢？哎，这药说丢了，黄安不见了。烦死了！药丢了是吗？啊，我们家人能拿你药吗？你看你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你听我说啊，明天我跟你们处长说，不会为难你，好吗？啊，真的？真的。哦，谢谢您，谢谢。我打了点粥给你。哎呀，妈，您这累了一天了，赶紧回家休息吧。明儿您来换吧。行。也是，哎呦，这一天折腾我头疼死了。行，那你们歇着，明天我给你们带早点来啊，早点歇着吧。您路上小心点。哎，疼，胳膊疼。打了那个止疼的药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咱们俩。找个保姆吧。为什么？我不喜欢生人，让妈照顾我不行吗？你不是说妈做饭不好吃吗？她行啊。怎么不行啊？婆婆照顾媳妇坐月子，天经地义的事儿。再说了，毕竟是亲人，她会对我好的。呦，我可第一次听你这么说。那你们俩不吵了？你管呢？哎，我现在也是做妈妈的人了。我知道做妈妈什么感觉。哎，我现在能理解他以前的行为了。妈，这黄药效果不行。
我知道。倒那点酒精，我要把你洗脸。爸知道，爸知道。我得把子弹取出来，要不然我这条胳膊，爸就保不住了。你陪爸，妈，妈想办法，妈想办法。妈，我能。我知道你冷，妈，我能。儿子，忍着点。我冷，妈。两个油条。我不需要你们在这儿，你们能跟我出去吗？烦死了！怎么了，兰兰？啊？怎么了？妈，他们挤我。啊？他不下奶，胀得疼，我给他做脸按摩，催他下奶。那是叫按摩吗？你是擀面吧？哎呦，兰兰，哎呀，这第一次生孩子呀，都得挤一挤，然后奶出来以后好喂宝宝啊。妈，我浑身都疼，胳膊也疼，哪儿也疼。哎呦，这也是，这跟他们说说，让他们注意点儿。可是，还是得给孩子喂奶呀。妈，能让他喝牛奶吗？这可不行。牛奶呀，没有妈妈的奶有营养。我太疼了，真的太疼了。哎呀，也是，忍着点吧，啊，忍着点。听说你喜得贵子，可喜可贺呀。来，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。谢谢站长。哎呀，客气，坐吧，坐。哎，这么快就把你给叫回来了，太太不高兴了吧？没有，为党国尽忠。是卑职的责任，小家在什么时候都要应该服从大家。说得好，大家不幸，小家也幸福不了啊。我还要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上峰要我们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，代号冷箭。冷箭？对，主要任务是布置战败以后的回城计划。上峰要求我们保密局和党通局各抽调一些人协助军方工作，你任组长，王新民任副组长，保密级别最高级。我怎么跟王新民又弄到一块了？这是上峰的意思，我也是刚刚接到通知，不要带着情绪工作。站长您放心吧，我明白。小陈啊，关于牛师长逃跑这件事，还得抓紧调查。牢房的门是被人打开的，而不是撬开的，这说明我们内部有奸细啊。嗯，看看，试得多香。妈，还是你有经验，幸亏你在。现在不疼了吧？嗯。哎呀，小孩就得吃妈妈的奶，有的时候不够啊，还得添点米糊。妈，我这养一个孩子就累成这样，你养俩孩子多不容易啊。妈，这怀孕效果不行。妈知道，妈知道。我得把子弹取出来，要不然我这条胳膊，
那就保不住了。妈，我冷。我知道你冷，忍着点，忍着点。是啊，养个孩子不容易，所以孩子是妈妈的心头肉啊。护士，快，你给我看看。哎呦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在花园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拉破了。哎呀，你这伤口得包扎，赶紧给我去药房吧。护士，你能不能多给我点药？到时候我自己就上了，也不用来回跑。那哪行啊？现在药多紧张啊，我可没权利给您药。护士，我们房间有个病人疼得满床滚，快去看看吧。行，我马上去。你去吧，你去吧，我自己去。你行吗？啊，行行行，您自己先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老太太，您找什么呢？哦，我觉得我这伤挺厉害的，我想用点那个叫盘什么。您是说盘尼西林啊？啊，对对对，那个可是管制药品。哎呦，我这伤太厉害了，早点好，想让他。那个，您这小伤用不着盘尼西林，那都是给重伤员用的。再说，我就是想给您，我也没有啊，那都在我们医院保险柜里锁着呢。药还得锁到保险柜里啊？当然了，现在那个药多贵啊，一根金条都换不了一针。那药是在谁那儿啊？在我们院长那儿呢，三个主治医生签字才能批呢，肯定不会给您的。您这伤没事了吧？您回去歇着吧。啊。兰兰。谢谢！哎呦，我得算个表舅爷了。是，你看吧，表舅啊，确实穷，也拿不出啥像样礼物。我搞几条鱼给你，那个帮助那个啥一下啊。挺好。谢谢。哎，你妈呢？来了。哎，表哥来了。哎，你看我送点这个。哎，行，一会儿我收拾收拾。我知道是儿子，这儿子呢，让我看看呢。在育婴房呢。哦，这不像谁呀？我看像兰兰，像兰兰，好，男儿像娘，保证以后命长。那好，你们就聊着吧，我先走了。啊，行，好，我送送你。哎，不用了，你们聊吧。哎呀，正好，哎呀，我有点事跟你说。哦，谢谢老表舅啊。哎，不客气。要不然我不会麻烦组织。我知道，我们会想办法的，但是可能一下子快不了，至少得等一个星期吧。这么长时间呢？咱们第三医院不是有同志吗？让他们想想办法。咱们那个同志的职务太低了，他没有权利接触到这种药。怎么办呢？我肚子快撑不住了。别急，相信组织，一定会有办法。那我先去了。